大家好，今天是十月十七日，星期四。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欢迎大家成为会员。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随后分析大盘指数和热门股票。科技股财报季热点，英伟达等巨头资本支出激增引关注。科技股财报季即将开始，新一季财报季下周拉开序幕。 特斯拉将作为打头阵的科技股发布财报，预计将继续成为投资者关注焦点。标普五百指数创历史新高，随着美联储降息靴子落地和科技股的强劲反弹，标普五百指数再创历史新高。但今年以来的科技股财报和市场反应显示，投资者更难取悦。英伟达第三季度的财报关注。 作为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的第三季度财报备受瞩目。由于昂贵的股价和较高的去年同期基数，英伟达第三季度业绩表现可能面临困境。投资者还将密切关注英伟达的 AI 投资规模以及 Blackwell 芯片的最新消息。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表示：“Blackwell 芯片已全面投产，需求疯狂。” 资本支出激增，投资者还密切关注资本支出，尤其是 AI 投资。华尔街预计，科技巨头们的资本支出将继续激增，其中微软、Alphabet、Meta 和亚马逊的总资本费用将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六，至六百亿美元以上。AI 投资回报，虽然目前 AI 仍未真正实现商业化，但华尔街仍在很大程度上。 看好 AI 技术的潜力。摩根士丹利对四百多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采用生成式 AI 解决方案的受访者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表示其投资回报超出了预期。未来收益折旧费用，投资者没有完全考虑到目前的井喷式资本支出将导致未来收益的折旧费用摊呃增加。 预计，Alphabet、亚马逊和 Meta 到第四季度的营收将比华尔街的普遍预期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巴菲特持续抛售股票，机构警示市场高估风险。巴菲特持续抛售股票，尽管美股涨势如虹，但巴菲特一直在抛售股票，选择在场外场外持有现金。 其现金储备已达到创纪录的1890亿美元，股票卖出量超过买入量。过去七个季度，巴菲特每个季度的股票卖出量都超过了买入量，特别是在2024年上半年，其股票总卖出额为970亿美元，而新购股票仅为43亿美元。大规模抛售特定股票，巴菲特在上个季度抛售了苹果公司的约一半的股票。 价值约七百三十亿美元，同时还连续数月抛售美国银行的股票，累计套现超一百亿美元。抛售原因，巴菲特认为现行税法明年年底到期后，企业税率将会上升。同时，他也认为这些股票的交易价格接近或高于其内在价值。绿光资本创始人观点，大卫·爱因霍恩表示，当前股票是。 最被高估的，并以巴菲特抛售股票为例来证明，现在可能不是保持高股票敞口的好时机。他认为，巴菲特有减少风险敞口的天赋，其最近大量抛售股票并建立现金储备值得注意。市盈率上升令人担忧，他表示，企业盈利处于周期性高位。 市盈率的上升令人担忧，不仅仅是知名科技股存在高估值的问题，有周期性和增长机会的成熟工业股的市盈率也达到了三十到五十倍。市场回调或成上车的时机。尽管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但一些人认为，市场回调或许是入市的好时机，鼓励投资者开户等待时机。 市场预期特朗普获胜，德鲁肯米勒警示大选结果对股市影响。市场消化特朗普获胜预期，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斯坦德鲁肯米勒表示，市场在过去十二天里似乎非常确信特朗普会赢，这种预期正在被市场消化，特别是在银行股和加密货币市场中表现明显。德鲁肯米勒的。 投票意向，德鲁凯米勒不会投票给特朗普或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他称特朗普为吹牛大王，并表示哈里斯担任总统将对商业不利。他未给任何候选人捐款，并暗示可能会在投票时写下某个人的名字。大选结果对股市的影响，德鲁凯米勒预测，即使哈里斯赢得总统大选。 民主党也极不可能获得国会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出现民主党大获全胜的蓝色横扫，股市可能会在未来三到六个月内陷入困境。同时，他认为共和党大获全胜的红色横扫比特朗普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组合更有可能发生。美联储影子主席的争议曾为特朗普竞选团队。 提供经济议题建议的斯科特·贝森特提出设立美联储影子主席的想法，但德鲁肯米勒表示这是一个可怕且不负责任的想法。他还认为美联储九月降息五十个基点是一个错误。他的公司随后做空了债券市场对央行政策的预期。德鲁肯米勒指出，市场需要缓和对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速度。 和程度的预期，特斯拉再显霸主地位。第三季度包揽美国电动汽车畅销榜前三，特斯拉包揽美国电动汽车畅销榜前三。根据 Cox Automotive 的数据，特呃特斯拉呢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包揽了美国电动汽车畅销榜的前三名，其中特斯拉的 Model Y。 跨界车位居榜首，Model 3轿车排在第二，Cybertruck 排在第三。特斯拉第三季度销量领先。凯利蓝皮书发布的报告显示，特斯拉第三季度电动汽车的销量为十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三辆，依然是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王者。今年前九个月，特斯拉在美国已售出四十七万一千三百七十四辆汽车。 占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百分之四十九点八的份额。Cybertruck 销量亮眼，特斯拉的电动皮卡在第三季度共售出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二辆，成为美国第三季度第三畅销的电动汽车，并在纯电动的皮卡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今年前九个月，电动皮卡在美国累计已销售出。 两万八千二百五十辆，销量超过福特的 F 幺五零 Lightning 和 Raven 的 R 一 T 以及雪佛兰 Silverado r 啊、呃、这个电动皮卡的总和。Model Y 主导电动乘用车市场，特斯拉的 Model Y 在第三季度售出八万六千八百零一辆，今年前九个月在美国的销量已达到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三十一辆。 占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百分之三十点一的份额。Model 3销量紧随其后，特斯拉 Model 3在第三季度以五万八千四百二十三辆的销量排在美国电动汽车销量榜的第二名。今年前九个月，Model 3在美国共出售了十三万一千九百七十五辆。生产地点差异，Model 3仅在特斯拉美国弗里蒙特工厂。 和上海超级工厂生产，Model Y 则同时在特斯拉美国弗里蒙特工厂、上海超级工厂、美国德克萨斯州超级工厂和德国柏林超级工厂生产。今天我们留下两个字：财报。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纳指期货上涨。呃，我们看到昨天的空头表现相对弱势一些哈，那么今天的多头呢？ 在压货时代呢，再次回归，呃，那我们应该继续关注空头反攻的态势哈。那整体的空头的连续强劲程度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呢，多头可以暂时先不用太过担忧，对吧？嗯，我们看一下一小时图，哎，昨天呃一下弄下来，那今天呢又横盘止跌了啊，那这样的话再去测试高位哈，对吧？ 再去测试昨天这个位置啊，看能不能突破上去。呃，那如果再跌下来呢？跌下来，那我们在日线图上就会看到具有长上影线的大阴线往下砸。那届时呢，将会出现一个局部的波段的一个交易的卖点，是吧？那么现在是阳线哈，现在这个盘前的交易是阳线啊。所以咱们再看一看。毕竟啊，盘前如果想要跌的话，表明呃。 都已经想要跌了，才会继续跌哈、啊，否则谁会把，把直接把这个图给弄上去呢，啊，所以，呃，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啊，空头还没有来，罗素延续了一个涨势啊，那么今天盘前呢，啊，或者说今天看能不能把这个点突破上去，对吧？哎，突破上去去摸到左边历史最高点，嗯，呃，道指呢还好，空头不是太强啊。 继续看涨，标普也是如此哈，标普的 K 线也是往上弹。好，这是呃大盘指数，我们看一下美元，美元呢延续了反弹的态势啊，反弹的态势。好，看一些热门的标的。呃，那我们我们倒着看，我们先看一下阿斯麦尔。 阿斯麦尔的 K 线图呢，并未出现止跌 K 线哈，特别是强劲大阴线的下方，不能去抄底呢哈，还要再看一看才行，是吧？所以呢，多头啊、呃、要注意啊、呃，接下来止跌 K 线必须得强才行哈。那它跌到哪儿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画一个支撑区啊。其实跌到哪儿都有可能，是吧？它这个没有固定的一个止跌点哈，没有固定的哈。 如果有固定的话就简单了嘛，它就没有固定的。我们把这个下跌趋势线大概画一下啊，稍微给一些反弹的空间啊，这样是吧？诶看一看，嗯，接下来会怎么样？嗯，现在坦白的说，这是下跌过程中的第五浪了，是吧？第五浪也随时有可能止跌，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啊，再看一看。 我们看一下 DKNG，DKNG 的图表在这几天有点疲软哈，大家注意，现在呢也处于此轮反弹的第四浪哈，第一浪、第二浪、第三浪、第四浪，那么第四浪呢正在回撤过程中，我们应该画好一个下跌趋势线啊，是吧？我们说一二三浪比较清晰，但第四五浪有时候会走的很复杂，比如刚才的阿斯麦尔也是对吧？第四五浪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止跌的强劲迹象才去做第五浪，嗯。 是有可能止跌啊，因为它目前还在多头的势力范围内啊。毕竟美股没有走熊市呢。我们看一下 Meta，Meta 昨天的 K 线有点小破位，估计呢至少要一个给出一个小型的洗盘啊。那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震荡上行的走法，给出回撤应该也可以接受是吧？啊，但是如果你是波段交易者，回撤是减仓的一个位置。说回撤多深多浅啊？不知道哈、啊。 你看它历史上它可以横盘啊，可以很小几根 K 线就去，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这龙头股也很难把握。你要是拿着吧，有时候给你来一个深点的回撤；你要是不拿着吧，它浅回撤了你就后悔。所以大家自己去权衡吧。嗯，那我们这里跟进的主要还是呃波段的一个拐点问题，是吧？嗯，跌破震荡区间应该是一个回撤，正在给出。英特尔。 呃、嗯，英特尔的走势呢，近期这里有一个横盘，就是它的这个上行呢，肯定是比较缓慢了哈。今天盘前也有点涨，所以这个图呢，你怎么预期呢？也也不得预期啊，这个图啊，不是太主张做这个图表哈。嗯，好，我们看一下高通，高通昨天也是下跌了一下，今天盘前又涨了一点点，可见这是一个收敛震荡的行情啊。 虽然说之前这有根阳线，但是呢，前天被阿斯麦尔的财报给导致破坏了这种突破行情。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再给一个大阳线上去，给一个大阳线上去，还是做多的抄底的机会是吧？嗯，今天应该是能。嗯，我们看一下 PLTR，PLTR PL 呢有点回落啊，但是空头还是啊、呃，空头比较犹豫哈。你看长长的下影线，这样的话我们要提防在。 左侧历史高点附近给出回撤的这种可能性哈，嗯，看一看啊。那如果出现强劲阴线呢，就是减位啊，减仓位啊，减仓的一个点位。苹果，呃，苹果还在高点附近进行徘徊，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所谓的再观察，就是还不能看强空头呢，不能看强空头的意味就是说还得看涨，暂时是维持看涨的思路。 处在不同的位置呢，我们说还得再观察一下，那就是维持原来的预期的意思，原来是顺势多头预期，不能看反向，对吧？嗯，我们看一下微软，微软也是哈，微软这边呢有点小疲软啊，看看能不能今天给一根大阳线哈，止跌一下，如果不能的话，大家要提防它走横盘无序震荡这种可能性。那如果给大阴线呢，给大阴线就减仓喽。 奈飞，奈飞和刚才那个 Meta 节奏有点类似哈、啊，都在给一个新的回撤哈、啊。那这个回撤啊，看看强劲止跌 K 线什么时候给出就可以了。哎，那它这个回撤也是可深可浅啊。呃，亚马逊，亚马逊也还好，目前还是多头这种感觉哈、啊。嗯，AMD 今天盘前有点涨啊，我们看看这第四浪的止跌情况。 此轮反弹以来的第四浪、啊，哈，这里看看能不能给出，对吧？嗯，其实波段交易者最简单哈、啊，那么非波段交易者总是猜什么时候能止跌，他希望浅跌嘛，而波段交易者其实无所谓哈、啊，波段交易者震荡行情也可以做，是吧？熊市也可以做，牛市呢也不能说都是那种直勾勾的行情啊，它也有很多回撤哈、啊，所以波段交易者适用性。 适用的场景比较广泛啊，看一下 shop shop 维持了一个偏震荡上行的态势啊，多头要注意见顶啊，就是说接触啊左侧历史高点附近可能给洗盘这种情形是吧？嗯，目前空头表现还比较弱势，应该继续看涨，但是多头有点小乏力哈、啊，主要还是尊重了上方的阻力区，嗯，好，谷歌。 谷歌也还行啊，应该还是做多的一个位置啊。目前空头没有形成这种抛盘的感觉。呃，那么对于半导体领域来说呢，啊、呃，受到阿斯麦尔的影响呢，市场再次恢复到了一个震荡。但今天盘前又涨了哈、啊，那这样的话，整体还是做多的一个位置呢，还是这些这这些区域哈、啊，还是做多的一个区域。毕竟啊，你像英伟达什么都在往上走，是吧？嗯。 所以呢，市场短暂的这个影响之后，可能再次恢复到多头啊，恢复到多头。嗯、呃，过去呢就把这儿当做一个啊洗盘行情就可以了。好，台积电今天盘前暴涨啊，呃，应该是呃发布了一些消息面哈、啊，我没有跟进啊，这个下午发布的啊，大概看一下，营收较上个季度上升。 啊，呃、就行了，表现强劲啊，均超预期哈，行了，呵呵那这样的话又涨了哈。昨天是这个低于预期的，呃，前天是阿斯麦尔低于预期，今天是台积电高于预期，市场就是这么来回来去的晃动哈。你也不知道谁会爆雷，不知道吧？嗯，所以呢，今天希望希望什么？希望继续创新高啊！台积电创新高去了哈，啊，应该是创新高了哈。 看看左边没有哈，创新高起来，嗯，那么半导体领域这个又创新高去了。有人说，哎呀，昨天前天不像不卖了，那不是哈，那万一这个台积电爆雷了呢？啥都有可能发生啊，得一天看一天的呀，是吧？嗯，对不对呀？嗯，这个爆雷呢也有可能啊，带动行业的一个整体往下走，特别是接近历史高点的时候啊，但是呢。 这又有一个利好消息，那怎么办？只能再次翻为多头了，没什么没有完美的方案哈、啊。市场的风险都是要应对的。好，我们看一下博通，博通在这里有稍许稍许稍许的这个停顿哈、啊，不过目前空头感觉还是不是太强，看看今天受这个台积电的驱动能不能再大阳线来一根啊？为啥？ 因为这根阴线前面这周四呃前倒数第二根阴线也是阿斯麦尔导致的啊，也不能说完全赖人家。总之他也在高点附近嘛，他也可以洗一个盘是吧？哎、嗯，但是今天看一看台积电能不能带动一下，把这个弄上去。嗯。护的护的不是看涨的吗？是吧？看一下护的也没什没什么可看的，继续看涨啊，不要踩顶。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 呃，刚才放了一个利好消息，那就是想把它止跌喽，那看看今天能不能收出大阳线了，是吧？现在过去这四根 K 线有点微妙哈，它就是悬着，悬而不决嘛，悬而不决就是等待观望的意思。那今天放出利好消息了，看看能不能拉一下，还是砸一下哈、啊？不知道啊，看一下，等一下，嗯，啊，这个 ARM 也是震荡上行的一个走法，今天盘前也涨了。 看、啊、英伟达，英伟达今天看看能不能上去喽？台积电不是刚驱动了一下吗？看看能不能走起来，对吧？美光也是啊，恢复看多。这个区块链领域震荡上行啊，现在是震荡上行啊。好嘞，那今天又有利好消息哈、啊，啊，希望今天能涨哈、啊，能涨就好了。好，我们先这样啊，欢迎大家成为会员，拜拜。